從網上流傳的片段可以看到，個單位燒到火光紅紅。事發地點是上環普仁街四號一座唐樓。禮拜三夜晚近八點，警方接獲多人報案，發現有唐樓起火和傳出爆炸聲。消防動用一條喉和一隊煙霧隊灌救，大約20分鐘將火救熄，幸好沒有人受傷。